大家好，我是宝妹，欢迎咱所在乡亲的朋友收听咱一百一十年三月十六号礼拜日，赶快下班，老师甲宝妹伫只为你所服务主持两点钟，新农不给赞。好，来，今天来到我们的星期二，今天是星期二哦，今日呢？拜日的这暗头时间呢，真欢喜呢，甲好朋友吼来进行着咱今日两点钟的节目。伊原要陪伴咱所有好朋友呢，伫个黄昏时间，即卖会当讲黄昏啊吼，因为恁呢慢慢个会变长啊，佮唔免偌久呢，好朋友伫这段时间呢，阿哥伫个田园吼即无闲，甲顶一阵啊，这时间天色已经暗，倒起来哦，厝内底休困的迄种情形是完全无共款吼，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不过气候在变化呢，伫个春分过了呢，你会发现讲吼，愈来愈明显。最近呢，因为这个空气品质较无好，所以伫个生活当中呢，我们一向就是阳光、空气、水哈，即卖呢欠水哈，阿哥，这空气无讲正哈，大家就忍一忍吧。我相信呢，今年过去哈，应该会更好，因为一般拢讲什么新丁尼是什么辛丑年是吗？老师，庚子哎，丁尼哎，去年是什么年？庚子年啊，庚子嘛，对吗？庚子年啊，对嘛，庚子，人家说庚子不好，那再下来的这一年呢，也是不怎么理想啊。等今年过了呢，就会比较好。所以我是希望讲古早人讲的吼是有影，因为我嘛是希望明年呢会较好诶，因为至少好像有这么一点点意味吼。你要看啊，去年呢不会再哈、欸，不会好吗？不要笑我。不是，这应该是今年吼，这个辛丑年吼。嗯，辛丑。那一般来讲，伫咱农业上吼，这个啊，这个年应该是咱农业吼。比较好的一年，然后可能不是各行各业拢是真好吼，较早人是安尼讲吼。那么所以呢，就是讲啊、也是吼，这个伫这个时间应该是会比较好一点点吼。那么不晓得吼，这真侪话讲甚至啊，反正呢，这个拢是事后诸葛嘛吼、嗯，大概真侪拢会讲到啊，这个啊会比较不好啦，是安怎吼？但事实上呢？嗯，现在今年是属于金牛的一年哈，所以今年再不赚钱哈，这个农业再不赚钱呢，那就啊，这个很令人不解哈啊。但是有当时啊，这个社会就是安尼哦，有当时啊，人工病啊，这个机会哈，这不是神明无保庇哈，是地主咧作孽哈，这种就无法度啊哈。啊，这明明呢，啊，这个辛丑年哈、啊，这对于咱来讲哈、啊，这通常会比较好一点点哈、啊。所以讲 only 哈、啊，这通常是啊，这个的也是一个谷底翻身的节，因为一般来讲庚子年都比较光环哈、啊。大概以前呢，暂时这不一定哈、啊，反正呢，啊，这个社会的是安尼，有人好就有人不好哈、啊，有人不好就会有。很好哈，所以呢，啊，我是感觉讲大家呢，得讲伫即个啊，即、這个在预测上哈，所以很多哈啊，但事实上呢，啊，我个人就认为讲所有的努力还是要继续的哈，即、這个啊，然后呢，把自己的即个心情稍微放宽一下哈。那么上重要就是讲，那是正经哈，拄到即个困难的时阵啊，一定要调整即个脚步哈，即有时啊。遇到难的时候、啊、把脚步呢稍微啊，先花放缓一点点哈，放点啊，脚步咧啊，放较慢一点哈、啊。那么，这个最近啊，报啊，去旁听哈、啊，去旁听一个、嗯、听什么啊？管理大师哈、啊嗯。那么，这个也这个课了哈，来、啊、对的咧，讲到一个啊，最好的决策哈、啊，最好的决策，最好的战略哈、啊，最好的决策与战略呢。啊，是什么？就是放弃啊！你什么时候该放弃？有一些东西该放弃，我们就要放弃啊。那么，但是呢，要放弃的这当中啊，那么你的想法是什么款哈、啊？所以呢，这通常是咱啊，需要呢好好的去啊，去鼓励自己啦哈、啊。我个人是安尼这个看法哈、啊，这个
一年好，一年歹，年年好，啊嘛年年歹，吼，这通常是无可能是安尼嘛，吼，一定就是啊，一好就加一歹，吼，所以有好啊，就有歹，有歹呢，一定就有好，吼，啊，所以唔通互家己伤大的一个，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吼。那么上重要就是讲，拄到这个困难的时阵，啊，甲脚步小花放慢一下，吼，尤其即马这个啊，最近吼，这。真侪即个航运公司吼，那么啊，不然怎啊莫名其妙吼，可能进前有去询问嘛吼，因为啊有一挂即个货运的即个疑问吼，即有咧写即个做即个调查，啊然后有问几啊间即个航运公司吼，有问一挂因的即个资料。那么最近呢，即一群人拼命打电话给我吼，即拼命唔知去是啥物情形。每天都会上起码都会接到一通电话，问说我有东西 要送台湾，进前问阿塔，这都没什么动静，其实整个航运公司，一直都因很大的一个就是说运费一直在涨价，但是这些航运公司呢，因够通好趁钱，其实他们也没有赚钱，因为你运费涨价，伊在报关行呢，其实你运的货就少，运的货少，船嘛走了少啊，因为亏就了钱归去，卖亏，所以甲三帮船、五帮船、七帮船接做一帮，所以运费就变足悬的。啊，运费一个悬，处理的费用悬，啊，大家就直接恶性循环，然后就慢慢就无法度顶动啦，就不想去动它哈。所以有当时啊，迄天我看一个即个报告吼，即讲到一支手机啊，吼，一支手机啊呢，为即个啊深圳吼，广东即个广东即个港口出去的时阵呢，安尼漂洋过海吼，即一直坐地球坐半年吼，坐到美国吼，啊，更唔是即个旧金山吼，为即个坐过即个美国的即个东部吼，爱经过迄个巴拿马运河吼。啊，坐过到美国，到纽约，安尼吼，一支手机啊，运费呢不到3毛钱哦，就是讲无甲3角的这个美金，唔免9块的台票，美金分摊落来，较早哦，以前呢，在航运咱真侪船底啊走来走去的时阵，啊，因为手机啊，占一点点的空间尔，所以平均落来，这个运费足低吼。所以为什么啊？这个社会会当真侪这个物件会当足方便呢？对，其实你会当啊很难去想象，包括咱的一个这个农产品吼，底下运来运去，你看为智利哈、南美洲啊坐船哈、坐来到台湾哈、当然有的是用空运啦吼，啊，所以你即马看这个空运呢，大概。啊，就运不动了，所以现在很多是都靠这个啊，靠这个海运哦，冷藏货柜哦，但是呢啊，受到这个疫情的这个关系，大家预期心理的这个消费都有受到这个影响，港口的作业嘛是受影响，所以整体的这个经济呢，其实是整个所有的脚步都放慢下来，所以在这个时阵，你的脚步若是搁照较早迄种脚步很紧的时阵呢？啊，有可能哈、哦，有个人讲，安尼我走较向咧，带头前等你啊、哦，啊，但是呢，有可能呢会受到这个啊影响比较大哈、哦，所以呢，啊，这个虽然伫这种在农业上哈、哦，在农业上辛丑年，事实上伫这个啊这个看法内底，拢是认为农业哈辛丑年是一个好的一年啊、哦，今年呢是农业的一个真好的一年，但是。啊，伫台湾，伫即个中国大陆嘛是同款吼，我看越南嘛是同款吼，即、泰国嘅朋友嘛爱白叫流泪吼，即、这个马来西亚伊嘛是同款榴莲吼，啊嘛是啊爱吼，感觉那景嘛咧，你也感觉讲足奇怪吼，即、前半年咧好像啊，即、这个到目前为止咧啊，整体嘅即个局势吼、啊，整体即个局势开始那块点吼、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咱的脚步吼就稍微要给它放慢一点点哦。加上最近的天气较热吼，愈来愈热哦，这你也感受到这个温度吼。这当然早没有去真凉哦，它无到20度啊。早的这个气温呢，其实很舒服哈。尤其暗时你啊出去散步呢，啊，一领薄薄的长啊，满嘞哦啊。
小可行一下吼，散步的这个感觉呢，其实是相当的一个好哈。但是呢，哈，但是呢，啊，这个部分该目前该看起来哈，那么整体上就是一个啊，各种的这些动作呢，弄一点啊变较慢哈。啊，所以你当小熟客者哈，在这农业上那边呢去这个应变哈，这包括从今年呢，在这个真侪咱的这個。开春到今嘛，吼，这农作物的这价格呢，拢无讲真好。但是呢，你也知影，过来后壁哈，过来后壁天气的变化呢是较大的时阵哈。当然，这农业本来就是受到天气的这个影响相当的这个大，咱一定爱去知影哈。所有的这个啊，农产品的这个价格呢，就是讲伫别人受伤啊，咱会当来控制好势哈。啊，受伤较少的这情形之下。啊，主人呢，都发多哈，都发多呢，来给伊减少的这个损失。啊，从今嘛这种天气哈，并讲从今嘛这种天气，那么过下雷来，这都足容易产生哈，这很容易哈，啊，会去产生的这个慢枯病哈，这慢枯啦哈。那么这慢枯病呢，啊，伊只要那是这种温度适当哈，它的主要是湿度那是无较袂开的这种啊，这里因为慢枯，所以伊在迄个枝骨啦哈，那是总讲伫枝部迄只遐吼上容易发生，咱话就讲是这个白头哈啊，这个咱像瓜啊类吼，真侪咧嫁接其实为就啊要防治的就是慢枯甲慢瓜。啊，这芒果呢，要够药啊，通去用芒果呢，实际上就真歹有这个药啊，通去来解决做处理。啊，总之嘛，今年这种天倒是要够还好，但是呢，一定要注意的是讲，伫这个水分的这些管理吼，啊不，上要紧的就是讲，伊那是有落雨哦，因为你那是伫连续落雨，日照不足。啊，伤过头密吼，长呢伤过头密呢，通风不良吼，还是讲这块地呢一直拢种这个瓜啊吼，还是讲这个长伤过头厚吼，淡数伤过头多啊，这种的这情形之下呢啊，伊就真有可能吼，并讲像是西瓜通常就是伊那差不多果面吼，这个顶呢差不多趴到果面高的时阵，你就开始发病啊吼。啊，其实这芒果伊是有可能就是为这个。细长的都会钓到吼，伫种子伫即个许呢风火，也是讲许拢会去传染吼，拢可能呢传染这种的这个病，所以一定爱真小心来解这个注意着吼。所以啊，包括咱伫这个栽培管理内底，就是讲尽量卖有这个虫吼，卖去夹吼啊。所以一寡病虫害，尤其虫害的这防治呢啊，这特别的这要紧吼。伫这田间呢，园林吼，咱一定要注意田间的这卫生吼。这那是一寡较有老朽啦，什么这物件吼，该清掉的清掉。然后呢，就是讲卖伤旱虫吼。这个咱那真侪农民咧讲的，讲这个瓜啊买卖伤少吼，这种的就是。啊，氮素吼，氮素卖伤过头悬吼，这大概是安尼来用呢，就伊就当属先生来甲伊做一个这个防范吼。那么这基本上吼是有这款的这个啊，因为这阵嘛吼真容易来甲这发生啊，但是呢啊，你只要呐是有属先的这预防吼，实际上这种的这病就较袂遐尼啊，这吃烂了吼。啊，这当咱好朋友呢要注意着吼，这虽然讲。未来一礼拜内底，伫咱中南部地区，差不多拢是即个侪云，好天到侪云的这天气。那么日夜温差有滴啊较大，一丝丝啦，但是呢也还好吼。但是基本上就是讲，即、这个早暗吼，早暗呢即、这个落水吼，还是讲有一个即、这个部分的即个所在吼，即、这个、尤其局部所在呢有一款即、这个大蒙雾吼，即款的即个情形。啊，那是蒙雾较袂开，尤其你种的所在呢，靠我山林去遮遐啊，蒙雾较袂开吼，即一寡即个。病害就会比较严重、哦、所以这里叫咱好朋友哈，小、哦、做些注意哈、哦。嗯，好，来，这是节目一开始呢，提醒咱真侪好朋友的这代志。不管讲今年吼、哦、什么年当，大家呢就是要努力哦。但是祝年头高进迈，就是今年呢，我讲的是年头哦。以及咱们这蔬菜计上哦，就是讲市场的这种行情，可能大家呢还感受不到。不过我是希望讲阿宝老师说的是真的哈、哦，当然不是阿宝老师说的哈、哦，就是讲老师讲一。古早册吼，安尼来个看，古早人讲的吼，可能
今年呢代表是一个不错的年，就是对农业来讲我们也希望如此，因为最近呢起草有点点淡薄，所以宝妹呢还没有感受到，我希望春天赶快来，叫你说春天已经来了，最近百花盛开，但是我也希望说真的有那个感受。好啦，继续时间呢，好朋友不管说日子怎样，我们就是要把自己的分内事情做好哈，咱家己分内代志爱做哈。啊，若是讲政策方面，住宅使用上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可、就是卡咱可以转述哦。来，先来看一下哈 ，Lite 的一些问题啊，手机边的乡亲，若是随时想到，才卡电话来。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铝品盒，因为照理来讲哈，这阵嘛是因为爆产的这时间嘛，那前一阵子早可应该爆发，今年有很多地方因为休耕，可能有的所在呢无法度种。啊，咱过来听听哈，其他所在到底在中华哈。产部的乡亲，来吕炳和要请教阿爸老师哈，伊伫个国历二月十八，农历是正月初七报产。第一问题是要问老师哈，报产之前伊有用吼耕耘机，该吼土地用好平平，还有加淡薄啊除草、除草剂、水剂。然后呢，灌水灌几工啊了，伊有发现讲，如果那是水位下降，这水是不是爱个补？啊，那是补水了，敢会影响到除草剂有效？第二个是，如果那是要使用丢了白加细心糖，固形药的预防哦，是不是伫出水口啊？控水吼，跟讲控水的方式。那今年呢，伫清明节丢了病啊，加细心糖的防治，想要伫补产了差不多一个月来使用，这时间敢有适当？老师，因为是安尼吼，就是讲咱真济好朋友伫咧处理。即个吼，是一定爱少来家即注意到啦吼。即、这个有当时啊，伫咱咧管理的即个当中吼，比如讲啊，咧灌水吼，真侪就是讲，比如你那是空产的时阵啊，你只要少家迄阵吼，算咱是不是整病的时阵吼，就是讲，让伊有一个啊，安尼少家灌一下吼，少家灌掉咧，即卖伊。伊来甲伊关掉咧时阵吼，整病啊，互伊又关水吼，即通常就是讲，伊关落爱料啊较低吼，所以你卖互伊，反正就是讲一般来讲卖互伤大啦吼，所以伊整病了，咱会搁甲走有诶搁甲饮一撮啊水吼，啊甲补咧啊较甜一下，啊较甜一下，伊就差不多两三天过吼，迄阵。你家伊慢慢降低，因为你是伫即个进程改病了，特别因为咱改病，你即马那是一直拢袂打吼，伊嘛是真歹破产吼，所以你要考虑就是讲要补的即个重点吼，所以呢真济啊，就是讲你那是要小关一下吼，即通常是补一遍水，有当时啊甚至唔免补吼，就怎安尼看，看你迄个水打了紧啊慢吼，那当有两工。超过40点钟哈，一天较加两天，其实这个效果就足好个呀。哦，迄个来用安尼就好啊。吼，所以呢，这一般来讲就是讲小改，这个关一下吼，这一般是无个另外个补水吼。但是你要看讲，你迄个打的一个这个速度是这个紧啊是慢？因为呢，咱迄阵种病了吼，伊即马草那是要发出来，伊会去，伊迄个草药啊已经是有一个安尼病面嘛吼。那么，伊即摆发出来，伊就去割掉，伊个心就去接掉，伊个油啊，哇，这通常伊个草都发袂起来，这效果呢，对当搁较好吼。所以伊若准讲所以你个问题就是讲，那布料吼，这布那进前啊，咱改病加水草滴改灌几工吼，这水呢，若是降低要搁补水，是不是会去影响到这杀草这药害？不会吼，这个的效果没有什么。就是讲你先草药啊落去上中啊，就是讲爱有一点点啊水甲灌掉嘞吼。小灌一点仔水，莫袂使伤大吼。那总共是已经补落了，咱通常是草药啊下落了呢，爱用草药啊了，爱有一点仔水，吼，伊这个药啊吼，药啊其实是一个那种膜啊呢吼，它能够去散开哦。这伊的重点是伫这个所在吼，所以这里这应该是袂去影响到吼。这甚至呢，爱搁有一点仔这个水吼，那么这可能是搁较重要。那么，如果那是讲要用这个，咱用丢了病，还是讲用这细心糖的这药啊，吼，要用这劣质来做预防的时阵，袂当伫这个出水口吼放水的这方式吼，迄老无伊个
伊这种业者，伊为着要让你方便去操作吼，所以伊有一点啊，有诶用高岭土诶，有诶用那种砖啊糊迄种诶，迄种很简单，其实拢是高岭土即类诶即物件吼。所以伊安尼个烧做粒啊，伊会重重重，吼，伊比较较有一点啊重量，啊有一点啊即重量，咱咧压诶时阵，伊就较好压。哦，迄种粒子就较好压，所以呢，你用迄，你会当徛伫即个环顶吼，算讲安尼拍咧，啊，小可安尼甲翕翕吼，但是呢，即种物件你袂使用伫即个水头，互伊流入去吼，流无啥会行，效果会较歹。哦，即有诶物件是较方便用吼，比如讲伊要用水。这无问题，啊，这种当然伊嘛用水，但是呢，伊咧流迄速度会较慢，所以啊，多数拢会建议讲，甲伊挂肥料吼，啊，先做安尼保保啊吼，比如讲你要压这种的药啊时阵吼，那总讲有先做要落肥，吼，啊，你着先做甲伊休息，啊，那无呢，你着是啊，用一个因为轻轻啊尔嘛吼，无介济，啊，你小可有线开就会使啊，吼，这唔免得较。唔免，就是讲像咧有个人咧压肥，就一定啊压较足焦的，唔免吼。就是讲你可以散开，伊咧游的迄个速度较紧，吼啊，较袂去集中伫迄、那个啊，迄、那个水头迄只遐，伊咧游的咧扩散迄个速度会较慢安尼。吼，当时咱咧啊咧用咧安尼就较好势吼。所以通常是尽量那些晒咧啊，就卖用即、這个伫水口用放水的，讲放水甲游的即个方式。啊，你若总讲要用这种。放水甲用诶，即个方式呢，你会当去买即个水剂吼，用水诶，甲拉拉诶，伫迄个所在滴滴滴，怎甲滴滴落吼，啊嘛是会使吼，所以你像咱咧用即个死心汤诶药啊，通常就是即个白丹嘛，扑杀热吼，即种预防糖尿病。那么这两种药啊，拢有水剂吼，总讲你若是无爱用粒剂去用药诶，啊，你得当用水剂，互伊放伫即个啊餐头诶即个所在啊来甲伊。啊，做一个这个预防安尼吼，所以这安尼还是可以的。那么你伫这个国历吼，这个二月十八报甲三月十八吼，已经是一个月四十几天吼，所以你这应该是得要目交吼，所以差不多伫五啊了啊，那是讲三十天吼，这三十天呢差不多一个月月，应该会当较慢一点点嘛吼，差不多清明前吼伫。咱中华产尾这只只差不多清明前的这个正十天，所以你会当较慢几工啊，吼，差不多是三月啊。你若看情形啦，吼，这嘛无一定着作习惯，就是讲，伫这个时阵，若是看顺，啊，你也较慢一点嘛，吼，较慢一点嘛，差不多甲清明通常那是四月四号吼，啊，无就是。啊，无就是伫即个四月五号嘛，吼，即每一年呢，拢差不多伫即两天的即个时间。那么你像今年呢，伫四月四号，你若是三月十八，拄啊好三十天啊，三月十八无甲三十天，拄啊二八天，二十拄啊好三十天，你应该是会当伫即个清明进前吼，进前差不多伫咱二十八号吼。这个吉卡达吼，不要晚于二十八号这个时阵来用啊。这个时间，今年这生长较紧吼，但是呢啊，伫这个时阵拄啊好目交吼，目交你来啊，你咧晒蚕拄啊好开始啊，咧晒蚕的时阵晒干啊，先煞走水拄啊好，拄啊好会当预防吼。这个时间你调整一下，唔免遐尼早，唔免得到爱三十天吼。啊，但是因为今年有个人。啊，多数的人反映吼，会感觉讲这个咱拄到的这个问题是虾米款，上大的这个问题是虾米款的？拢今年天气较好，所以这死心虫有可能会较严重。所以今年倒唔是这个潮热吼咧提早预防，可能真侪人咧会提早来解啊，防治这个死心虫。啊，死心虫啥物时阵上严重？要目睭这个时阵上严重。所以你看卖啊，这那是这种情形吼，你若是目的是要做这个死心虫，你得当你要较早。啊，那潮热呢，通常是唔免，吼，唔免遐尼早。但是今年较看起来呢，应该是这个死心吼。啊，这个就是讲恶化螟虫啦吼，咱咧讲死心虫，其实就是这个恶化螟虫这类的啊，即个有呢，伊一定爱提早呢，提早来做一个这个防治吼啊，因为你无许等到开始看到啊，开始咧做米迄个时阵呢，万一你那是往年是拢未遮早啦吼，但
是今年呢啊，咱可能爱提早来甲伊吼，小做一个这个啊，小做一个这个方式吼、哦，就讲、是、提早吼、哦，提早来做一个这方式啊，无即后盖等看到这种啊水稻白穗的时阵吼、哦，就有时啊就较慢啊，咱啊先甲用吼、哦，那么有当时啊伫。这个房地上，因为差不多每一年拢是差不多要抽水迄个时阵吼，伊个你较会看会到，啊那无你看无啥会到吼，啊但是伊啊伊这恶化螟虫通常有几啊种嘛吼，有这恶化螟虫，有这大螟有这种吼，啊咱一般有诶，那毋是讲刀心，无就是讲丝心啊，这种无同款诶，这讲话，这差不多啦吼，这通常是。啊，日期做嘅较严重，但是今年呢，温度较高吼，所以呢，啊，咱嘛是爱小注意者吼，啊，所以你若是即目的是要防治即个细心虫来讲呢，那么这部分吼，即应该是当提早吼，提早来解即个防治。那么即通常你注意下看吼，伊若是特别目高迄只遐，因为迄阵切啊较幼吼，伊迄个切啊呢要佫较幼新，所以伊会胃外口起啊，哈，迄个所在慢慢食，慢慢食吼。啊，但是有时啊，着入去地质内底吼，所以通常这个时阵，咱啊，伊伫外口下咧食的时阵呢，咱特别甲头啊死啊，唔通讲等伊，他伊这幼虫钻入去地内底咧食咱的稻谷的这个许个心迄只遐吼，伊的啊，伊的这个白心，伊的这个许特别腐啊吼，迄阵呢，互伊钻入去地内底的啊，伊的白心的这个丝心吼，啊，甚至后边呢，着较慢啊，是许有可能的白水，爱着上班啊吼，所以咱通常。啊，一般来讲呢，就是讲你会当留啊较早者吼，啊，会当提早呢，啊，来甲伊做一点点啊，即个防治吼，啊，这个大概也没有什么不对啦吼，啊，所以呢，即当互咱就好朋友呢，小做者即、這个，啊，小做者即个了解着吼，即、啊、通常啊，咱伫即个产尾即只只吼，丢入病通常伊会较慢一点点啊吼，因为你压未捌的时阵吼。啊，未目高的时阵，今年温度较悬，会较早一出啦。但是一般通常嘛是爱差不多三月下旬啦，吼，三月下旬加四月这个时阵，对清明节较大，这样每一年拢是啊。啊，伫分林吼，分林就差不多伫清明前，然后十五天，吼，一半个月。啊，家己佫较早一出啦，吼，啊，台南差不多佫较早一出啦。但是这啊，分林、家己、台南这三个所在，因为差别无真大，所以呢，啊，因为迄个播的时间吼，当时也无可能早作侪，所以迄、那个着着病即个时间差不多拢伫迄个时阵吼。啊，那屏东高雄就无同款，因温度较悬，因会当较早播，所以伊即、這个啊，咧着着病咧预防的迄个时间是无啥同款吼。啊，所以咱像拄只咧讲着就是讲，伫咱咧做即个预防，今年啊，不啊特别甲听众朋友提醒，就是即个细心虫吼，即、這个恶化螟虫，因为伊即种伊通常若是拄出来，拄只讲着，就是伫虾迄个所在，外口虾的小虾的了啊，嗯，啊，即卖伊若是较大只，伊就要秘入去伫内底吼，去钻入去啦。啊，咱伫伊外口的时阵，因为咱都用一寡即个虫药啊，要互伊钻入去机会拢无，吼，啊，无你等到钻入去看到虾啊，嗯嗯啊。啊，即、这个要咧，许甚至呢，你若像万冬吼，万冬有当时啊，黄啊布嘞无偌久，你就看到伊啊，即、这个开始要咧吐液迄个时阵吼，咧吐液出来，伊就死心啊，就即个臭大尾吼，即、哦、啊，即种的即个情形，甚至呢，有诶白水啦，是讲许啊，即就上万啊，迄阵咱个转药啊，就较忝吼、哦，所以咧有当时啊，就是讲提早呢啊，改用一下吼、哦，啊，因为即种糖就是爱食好食吼，爱食嫩啦吼、哦，啊，比较伊较爱食嫩吼、哦，所以通常伫即个部分呢啊，咱就爱提早来做一下即个防治。啊，今年呢，可能比如讲你也是配合即、这个啊，着着病人可能三月会顺啊，你看买啊者吼，若是伫即个时阵呢啊，就爱当着啊提早一丝丝啦，不要紧吼，即、哦、大概安尼来讲，即个做防做预防。啊！伫今年啊，咱早冬的这部分吼，这不简单的当破产啊！真侪人讲今年温调的吼，这不要无一定的吼，计数未足大的变动，你放心，政府未吼这个水稻的一个这计数有足好的一个这个变动，因为全台湾拢失收吼、啊，那么可能你手边大家拢失收啊，大家若拢失收的时阵，迄计数好够好嘛？无好，对不？大家拢失收，计数好。落来伫咱落底下内底钱敢有较用吼？失收的时阵，咱的成本一定加足悬的。哦，那是失收吼，失收一定是病害。伫台湾目前来讲，
会吸收真侪拢是即个病害的一个问题，也是讲天然的即个灾害。那么天然灾害后边通常都对着即个病害会发生。啊，这种情形就会真容易去产生着咱的成本就会大量的这增加。哦，所以这最主要是安尼，所以嘛是爱即个尽量甲伊顾好势啦吼。即要讲要真无简单，会当破产上无，伊收入会当了较稳定，但是你讲稳赚也没有吼、哦，也是要嘛是爱付出着相对的一个功夫吼、哦。这段时间内底特别小注意者吼，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小小的看法吼、哦。那么提供予你小做者即个参考吼、哦，你若是要用放水的一个方式吼、哦，尽量是的，卖用裂剂吼，因为裂剂呢有这个高岭土地嘞吼，伊咧老的速度会较慢吼，这较歹用吼。啊，你若总讲是要按算要放水头，啊，你得用这个同款的药啊，但是用水剂吼，用水剂可以用滴的，意思是同款吼，这提供给你做参考。来6338601633860001，这是现场call in专线，欢迎咱乡亲吼多加利用哦。来，老师接着来看吼，李文忠，伊要甲你请教的问题是有关这龙鳞菌是不是会当加伫个水缸内底呢？压伫个地壳，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啊，如果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咱能够是改工一分地呢？就是半公斤的量。是，这个量吼，咱可能咧用咧，你讲家己用水缸啊，要压地吼，压地你通常是安尼，伊这个物件要有效果，一定是爱伫这个根部的一个所在吼。所以像你若总讲伫山区，因为今年无啥物雨水吼，那么你可能是落水。一点点啊，漏水吼啊，但是呢，你要甲伊压一撮啊水，还是创啥？还是讲有个人会去扭缸吼，去甲水，一般是用迄个喷胶吼啊，你会当甲加大去内底，互伊去喷，但是一定爱互伊落落伫迄个田底吼。所以你若是用喷胶咧喷的时阵呢，尽量是爱栽啊吼，啊加喷一捆啊，然后互伊即个过着水啊压落伫迄个土卡底安尼吼。那么尽量会当安尼，互伊去用吼。那么这应该是会使吼，就用伫这水缸内底去压。但是你爱知影，伊要有效果，一定就是爱落土。哦，压伫叶啊，这个表面是无效果的。哦，伊袂讲伫叶啊表面啊，就伊就是讲啊，咱用喷胶咧喷吼，并讲伫山顶吼，有当时啊种过咧菜啊，因无啊多吼，爱呢用喷胶咧喷，爱用咧喷胶啊咧喷的时阵呢。伊就是加在迄个水内底吼，即先互伊即个先喷一挂出去啊，后壁呢，佮用水呢压真济水，压好淡啊，遐物件就落落伫即个土卡底啊，即安尼起来就会晒吼。那么那是佮较好呢，就是讲会当佮伊淋在即个许呢你用咧压头的时阵吼，直接就爱互伊落伫即个土卡底吼，你佮伊扎看卖啊，一分地差不多半公斤吼。伫地内底呢，这个龙鳞菌的效果呢，相当的一个好吼。这个磷呢，伊有对着这个根部的一个生长吼，然后呢，伊对根的一个发育吼，这尤其地一个品质呢含磷呢，伊有足大的一个作用吼。所以呢，你会知影吼，这相当啊，就是讲伊肥食开起来吼，咱下遐济这个许呢。下较侪即个肥料吼，有当时啊，伊地嘛爱食起来吼。那么所以呢，你爱知影就是讲伊通常就是你地即个品质吼，我倒来个即个提升的时阵呢，那么一般来讲呢，吼，即个多数呢一定爱有一个即个肥料，但是伫即个后面吼，伫即个后面呢你爱知吼，就是讲土壤内底即个磷。当时啊，咱即马吼，即马呢真侪拢咧推荐吼，比如讲伫即个肥料、复合肥料吼，即因为当时啊，咱种地即个所在，比如讲像山顶平那这边吼，伊个附近是啥物？翡翠水库啊，实际上即个磷你甲落落，伊做物呢是固定掉咧，伊也无法度食较济，伊无法度食。啊，落雨的时阵，伊就流，雨水冲刷颠倒呢，即个复合肥料即个磷呢。拢流伫即个水库内底，正经去做物食着的，即个呢，
拢无虾米款诶一个好处安尼吼，所以啊，伊就是爱靠这种伫金诶一个附近吼，即通常是安尼吼，所以一个足重要即个所在，就是讲真侪人哦，拢会看到讲啊，即个地吼，即个品质呢，林南地即个品质呢。即、这个足重要诶，所以呢，涂骹啊，你知影即种面吼，即肥呢，佫袂当呢，即个后面肥吼，你若做地时阵，你后面伤济即个啊磷吼，比如讲你用高磷呢，即个20/20/20啊好，啊是用呢去甲喷即个后面诶时阵吼，就讲后面喷到即个高磷诶即个配方呢，迄做起来迄个地吼，迄个地形烂袂水，哦，迄个地形会继续。其中硬耗的吼，啊，然后迄个地呢，就就容易呢，啊，就容易破晓吼，然后迄做出来迄个地球形吼，啊，就烂较袂水。啊，你若是做条形吼，比如讲你做这啊，从做这种红地这种呢，这个条形吼，条形的这个所在呢，那么伊通常吼，啊，伊就会有一个这个做较袂好势，所以伫后面是地壳内底袂使伫后面。过多的一个，这个你也讲后面肥吼，迄、那个磷一定爱甲压无低吼，这点呢啊，咱好朋友一定爱小知影着吼，即个伫咱啊咧做地的时阵呢吼，一定爱小来甲伊这个啊小注意者。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讲地，咱知影氮素当然是足重要，但是氮素配合一个适当的一个即磷加肥来改即使用的时阵呢啊，伊的一个膨溃对当较有，因为磷是咱细胞内底真重要的一个。即、这个、成分吼，所以啊，伫地一个各种的即发育内底吼，比如讲伊的肌骨啊啦，伊的筋啊吼啊，即种的即拢是需要呢啊有即、这个磷来解即个帮助吼啊，所以伫后面你袂使用吼、哦，你用伫后面的即地品质的降低啊，但是伫涂骹你可以足管的迄个磷肥伊也无一定有法度来利用，所以呢，你用即龙鳞菌呢啊，即效果会继续好诶吼。哦那么伫全世界对地壳的这研究的这报告内底，拢有讲到，就是讲地壳内底迄个盘溃吼，咱有当时啊地吼，迄高山迄个红，迄个盘溃，为虾米咱用这个啊，这个土豆壳啊，用麻壳还是许呢？啊，黄豆壳这种呢？奇怪，伊迄地这个盘溃呢，拢会特别好，因为这物件呢，啊，因真侪人讲，迄是因为这个。啊，氮肥一个即关系，其实吼、哦，氮肥是一部分上重要，就是讲伊迄是一个啊豆啊类的一个即个磷的即个含量吼、哦，啊钾的含量吼、哦，啊然后呢啊，伊是尤其一个即成分增加土壤内底微生物的一个即活性，所以伊磷会当得到适当的一个即个吸收，所以你咧用即溶磷菌呢，伫地壳内底吼，即效果就相当的一个好吼、哦，就讲、是、你若是有适当去用即个物件。那么你把这个化学的这个磷肥给降低，那么伊地这个膨溃唔哪敢会增加吼，甚至呢啊，伊最主要拄只讲了，讲迄个膨溃吼，地内底这个膨溃的这个成分呢啊，真侪拢含这个磷呢，有这个爱有磷的这个成分去解这个啊这个刺激，所以你那磷啊。有够吼，伊个地即个地芳就加真有。那么，所以咱伫真济即个研究内底吼，就讲到啊，即你若是磷呢，磷肥加用一寡吼，啊，然后啊，磷的效应来当提升啊，伫即个红地、乌龙地即个品质呢啊，伊就当真明显的一个啊，即、這个刺激吼。那么，因为咱即个做地即个方式有一点那无啥共款吼，那么你咧用即个文山包种的时阵呢，你涂骹底化肥。诶，这个磷呢一定爱降低吼，这膨溃呢啊，因为这做法有一点点发酵的这过程有一点点无啥共款吼，啊，所以呢，你会当让伊啊，伊磷涂骹底磷就卖伤过好济，啊，就讲你热化肥的这个样呢，但是你就是让伊啊，做不需要适当的这磷，唔是讲一定足济，伊就对伊来讲就是好的，但是你袂使欠，啊，所以呢，肥呢啊，让伊有够吼，有一点啊，吼有啊，咱的土壤呢，改用。这个溶磷菌，然后伊这溶磷菌用里头下底有一个足大一个这个好处，就是讲啊，这部那是吸收磷，那是吃去的时阵呢，那么伊这个头下底磷啊减少，溶磷菌伊的作用，伊搁甲磷甲释放出来，啊，这部就吃去，啊，这部那是无吃，后边讲伊这阵的磷呢，无吸收遐尼济，啊，伊无需要遐尼济，伊无吃掉去，土壤内底这个磷的增加，溶磷菌伊就袂作用。哦啊、所以伊就等于有一个物件去解这个控制，所以啊，咱真济吼，就是讲一定爱去注意到吼，注意到啊，因为一个地吼，你讲要做一个地，这个
啊，这个芳溃哦，这含伊的这个长吼，是唔是有够健长啊？伊的树势是唔是有好吼？啊，这个病康病康害啊，这种这种含磷有足大的一个这个关系，尤其啊，你那是这个磷较高的时阵吼，尤其伫土下底吼，伊这个磷的效率好吼，伊食起来吼，这地秀呢，加真更新吼，所以你若用溶磷菌，你用一届你就知影吼，这啊真明显，上好你会当甲做一下这比较吼，比如讲我这边先用，啊那边留一撮啊吼，这长江麦甲用，啊两边你比看卖啊，迄个地呢啊，干那阿未做，干那地青伫庄顶，你就看出来因两下都一点点啊，这无啥共款吼，那么这你会当甲伊这个细看卖一下吼，这通常安尼起来，那么你。伊磷的效率呢，会当因为溶磷菌去改即个提升吼，伊啊，即、地壤吼、较容易的即个展开吼，即、地形呢啊，伊个即马地壤展开的时阵，伊个较会应该唔是讲展开，应该讲伊迄个地势较好吼，那布面迄个势呢啊，起来就较强吼，啊，所以一个就抽起来，啊，抽起来了呢啊，咱挽迄个枝叶即马收起来，因为韧性有够，所以做地起来呢。啊，伊个品质都加真好势吼，所以这通常是有这款的一个啊，这个效果伫咧啦吼，所以呢，这伫只来当个咱好朋友呢，小做者这个啊，这个参考吼，因为呢啊，茶有当时啊啊，唔是讲干啦，产量吼，产量当然足重要，但是伊迄个芳溃吼，迄个芳溃含咱的一个肥料的一个这个管理，含咱栽培这个管理呢，有真大的一个这个关系。那么这内底呢？啊，当然就是讲你来当适当吼，即溶磷菌的即使用啊，即溶磷菌咧用个真简单，就是讲你啊，伊要脱衣进前吼，即、你家己啊，即、个修正了吼，啊，咱是毋修正过吼、啊，啊，你得当甲走一遍啦吼，啊，伫即张卡即只只即效果呢，就相当的即个好势吼、啊。那么即款呢，即做法呢？会当予你有真大个，就讲、是、你有解用过了呢，啊，你会发现讲有真明显吼，真明显的这个啊，这个差别啦吼、啊，所以呢，啊，尤其你若是去感到这种这个磷吼，比如讲咱化学肥料吼，这个化学啊吼，你用的时阵，迄、个你嘛唔通常常去到43吼，真侪人啊，因为伊苦啊用较济，所以化学肥料用43。其实伊个磷唔通伤过头济吼，伫土下底你那是予伊即个磷伤过头济时阵吼，那么伊磷呢就会去引起到伊个锌吼较无够，所以有时啊你会发现讲即化肥落重的时阵，啊伊个一个即地壳吼，那吼有一点啊黄赤黄赤，尤其伫即个地壤拄要出来的时阵，迄、个锌较无遐明显。小可展开吼，迄、个硬度展开的，一锌两壳吼，迄第二壳迄个所在。你看伊顶开的时阵，有一点啊油油迄种感觉，黄黄，改成啥物物件，黄黄油油迄、个迄种情形，迄就是地缺锌。啊，你也知吼，这种地做出来呢，迄、个啊，迄种较缺锌的这个地做出来吼，啊，通常会叫做涩脆的吼。这种物件呢，因为伊这是这个啊，较无迄个熬温甲干尾，因为锌含啥物有足大的关系呢？含即个氨基酸甲茶多酚的一个即个合成吼，所以有的人讲奇怪啊，这肥倒落了啊，他感觉讲即个地食到吼，真正哦，这明明即个地都看发了袂歹啊，但是食食的加真正哦，就觉得迄个无啥物迄个愧疚吼，明明有啊，但是呢，感觉较就较不足吼，这种的这情形，所以呢一般来讲就是讲你一定爱稍注意者吼，这卖过度的即个比如讲伫拖下底吼，即个。啊，磷呢，就平均的用足济吼，即、你爱少控制者。啊，你会当用即、这个啊，用一点啊，即种溶磷菌吼、啊，去稳定土壤内底一个即个磷肥。那么，即对着咱地即个生长呢，啊，有足大的一个即个吼，即、这个影响吼，拄则讲到，其实即个磷呢，是含咱地。啊，伊对茶即个品质内底吼，最主要就是伊迄个芳溃吼，啊，甲着伊的迄个溃口熬温这部分吼，因为即个儿茶素是咱啊，伊茶即个成分吼，迄、个芳溃即个足重要即个成分。那么磷呢，啊，伊的有效性的相当的即个要紧吼，即、磷呢，若无啊，即、儿茶素当然就无法度来解即个生成吼，所以伊含咱的即个成分内底有一个
足重要即个关系，所以嘛必须袂使无，所以咱就是啊，这是一个爱互伊相当适当吼，相当适当的一个即、這个啊，磷的一个有效性吼、哦、啊，所以你用这溶磷菌啊，伊对着地表的这品质呢啊，会有真明显的这个改善吼、哦，所以这伫只互咱就好朋友呢啊，你咪当小了解一下吼、哦，因为确实啦吼、哦，那么这有真济吼，这甚至呢啊，有一篇即个报告吼。哦是有关伫即个溶磷菌吼，伫地球内底，那么伊去甲伊去做一个伫地内底一个即个生长呢，啊，即款呢一个即种影响吼。那么伊伫即个土壤内底呢，就是讲伊啊，你甲用即个溶磷菌的时阵呢，啊，伊总体的一个即个磷呢，啊，无啥物款的一个即种啊，无啥物款的一个即个药呢，啊，无啥物款的一个即个影响吼。但是呢，啊，伊整个的一个即个表现起来呢。哦，就是讲，互你一个有一个足大的一个差别吼、哦，所以呢，啊，伫这品质的这方面的一个提升呢，啊，就相当的一个好吼、哦，啊，所以呢，这伫只互咱好朋友呢，爱当小做一个了解吼、哦。那么，这有一个你若是有兴趣吼、哦，也得当伫这个茶叶改良厂这方面啊，因针对这个地表呢去做真侪一个研究，而且包括伫这方面最主要的一个这个。啊，一寡即个资料的即个来源，就是来自即个物件吼，所以即互你小做些了解吼。那么就是讲，简单来讲，你爱控制化学肥料的一个磷的即个使用，袂使伤过耗济，啊，然后配合吼、哦，配合着即种啊，咱的一个溶磷菌吼、哦，配合这溶磷菌呢啊，来改即个做这使用吼，啊，然后这溶磷菌你又改用了。那么伊个磷的一个效果会当来表现起来，总体的一个即个啊化肥料的量来讲，即减少，啊你即有机质的量免去减少。那么一般来讲，伊整体的一个即个啊品质都足大的一个提升吼、哦，所以即伫只咱好朋友呢啊小做一个了解吼，即、哦、大概是安尼一个过程吼、哦。那么伫使用当中，若有什么款无清楚的即个所在啊，提供。啊，你会当个含咱来做一个探讨，吼、哦，这伫只互咱就好朋友呢，啊，小做一个了解着，吼、哦，这伫只相关的一个资料，你若有兴趣，吼、哦，咱会当个进一步啊来改一个探讨，哈、哦嗯。嗯，好，来63386601，来这个轻飘飘即讲吼，樟树是不是当介若离诶话袂？喂，嘿，好，老师有听到哈、哦，轻飘飘，嗯，轻飘飘讲伊的樟树那是接落离，是不是会当活？这个真侪人是有，因为也是同一科的哈、哦，就是讲啊，因通常是以这落离来讲哈、哦，那么伊通常是这个樟科哈、哦，但是就是讲。啊，有的人是不是去考虑的这个落离呢？啊，因为伊既然是樟科，啊，樟树嘛是这个樟科，啊，两个同一科的物件是不是当来改这个嫁接安尼啦？吼，那么某人改嫁接成功，啊，因为樟树呢，啊，比较耐淹水，吼、啊，所以是不是就是讲啊，伊会当改利用这个许呢？啊，来改变掉伊的这个啊，改变掉这款的一个。啊，即、这个、好个啦，吼、就是讲安尼是毋是就比较不会啊，不会有即种诶一个，所以真侪人吼啊都有尝试吼、哦，尝试去改啊，去改即个嫁接吼，即、哦、种诶一个啊，即、这个情况吼，啊，即目前改看起来呢，好像还可以吼、哦，就是讲啊接起来，但是是毋是伫即种诶一个并讲伫产量上会不会降低哦？即果形上会不会有受影响？还是讲伊是不是会变较啊？即、这个果形会有改变？哈、哦，这个呢，基本上呢，那么都还是有一点点哈，等于讲啊，值得去探讨，因为即马真济哈。那么你来看起来哈，伊、哦、当然是没有问题啦哈。哦那么啊，接起来有可能是诶、可以接的成功，好、哦，会当接的成功，但是伊后边迄个生产吼、哦，咱都唔知影讲啊，后面呢大概伊的这研究吼、哦，所以那么目前吼、哦，真侪是利用因有一个叫做中间站的这方式吼、哦，比如讲伊啊，先用一个啊较耐病啊，然后来接到另外一种的一个。啊，这个落离啊，顶管的一个较耐病一个，吼，然后伊找到伊亲和性较好的一个
这接起来啊，管顶较接咱要爱的迄个瓶颈吼，这种叫做中间站吼。啊，为什么要安尼做吼？这原因是因为呢，啊，洛里伊本身对着这个根腐病吼，这对根腐病的一个啊，这款呢，这相当大、相当大的一个这种药吼。那么伫我会记得伫嘉义试验所这边呢，大概1985年，应该是伫迄阵。我不记得了反正伫我读去读这个大学进前吼，因为啊念大学的时候，就老师都讲着吼，讲这个啊这几年吼，因为啊咱台湾有位美国呢，有引进吼引进的四个这个抗根腐病的一个这专用的一种啊这个砧木吼，所以呢就这种啊抗根腐病的一个这砧木吼。那么这种物件改这引进入来的时阵呢，那么这通常的有。我去做一个这个研究，哈、啊，觉得好像也还不错，哈、啊，啊，尾啊呢，这个个好个未卖掉呢，啊，好像还有分了好几批，哈、啊，看来给引进这种不赶快呢，一个啊，这个砧木之外，哈、啊，所以呢，这种的这个砧木呢，啊，其实是会当含这个啊，这个嘉义分所，哈、啊，这农事所嘉义试验所这边呢，啊，你当含面这个探讨看卖一下，哈、啊，因为。即你直接去用即个砧树吼去砧呢，到目前为止吼、哦，这嫁接当然是啊、当然是有成功啦，就讲接袂起来吼、哦，这个大概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啊、哦。那么但是呢，伊后边呢是不是伫产量上是不是有即个许呢？啊，这个唔知影吼、哦，到目前为止呢就没有人呢啊去甲伊看到讲是不是有啥物款呢一个即个许吼、哦，会挖啊，但是。事实上，对于整体的一个啊，这反应是安怎吼？比如讲像小番茄，小番茄咱个接伫这个茄仔头管顶吼，咱这茄仔头伊本身就是一种啊，这个会限制它，所以呢，小番茄糖度会上升，但是伊的一个啊果实怎样变小，然后也变小。啊，小番茄果实变小呢，啊，这个变较细粒一撮啦，但等到要够我多去接受。哦啊、所以你看这个大番茄就很少去接在茄子头管顶、啊、因为呢它也是会变小、啊、大番茄变小粒、啊、所以人就不爱了 就不管你去它接所以变成就有这种的这个情形、哦、所以、这是我们未来呢你可以再试看一下、哦、但是呢、成活是一定会活的、哦嗯嗯、来时间的关系等你广告完了马上回来